这个苹果7块。大家好，我是老白，也是一名保安。不是天气冷了吗？我去菜市场买件水果，也刚吃过饭。顺便看看北京的这个水果的价钱跟你们那儿有啥区别了。好，跟着我的镜头走吧。谢达拉了，开始呀，来了。你这个多少钱？这个？啊，这个10块。你这个苹果了？7块。这个苹果7块。没，这个葡萄多少钱？这个10块。这个10块。你这个猕猴桃多少钱？猕猴桃7块5。7块5。这个你这个多少钱？这个啊，5块。你这黑葡萄多少钱？这个7块。这个7块。这个10块。这个10块。这个黑葡萄10块。给我拿啥呀？给我拿点香蕉吧。拿一斤香蕉。拿一根香蕉。拿一哦，拿两根三根也行。我不拍你人了，我你人拍很麻烦。3块8。一斤多少钱？这个香蕉4块5。好了，付钱了。3块6、3块5。好了，我就买点香蕉，这香蕉一定是5块多钱。好了，就也看到这了，也就这个价钱了。也希望大家能多关注我，多看我的视频。好了，再见。天冷了，也希望大家能多穿件衣服。这个。